原神玩家里真的有十连十金的吗？反正我入坑那么久，至今都没有遇到过，更有的玩家十连一个子都没有，我都想替他哭了。但是外玩有一位博主抽卡前先把阎王爷直接送走，实现一波反向抽卡，万万没想到抽卡的时候直接十连六金。博主刚开始看到秦团长心都凉透了，后来直接送他四个野狼再加一个克勤，在这之前真的绝无仅有啊。更有一位国内的博主抽出了目前都还没有被打破的记录，十连十金啊。不过视频发出后，很多网友质疑其真实性，很多玩家认为这是假的，纷纷说这是私服才会有的现象。博主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性，还晒出了自己抽卡的全过程。但是网友哪里是那么好糊弄的，几个精通剪辑的优秀网友通过一帧一帧的超高演法，发现博主的鼠标位置一直都有变化，所以优秀的还得是各位网友啊。不过很多网友都忽略了博主发视频的日期，这下真相大白了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抽卡池最多也是十连五金，但是别说五金了，像我这种非欧体质就连看到金都难啊。我只想问优秀的网友，这种体质能通过什么方法改变啊？